近日，新生代女星 Casey 和演员赵曼儿共同出现在了著名导演宋大川即将开机的新片《青衣旦》的试镜现场。看来两人是来竞争女一号的角色。那么最。 真年轻啊，我都快30了。这部戏是我最后的机会，所以呢？所以今晚我必须要上，你还年轻，多的是演主角的机会。<笑>这话你不该跟我说，你应该问问导演和观众。啊！咔咔咔咔咔咔咔！ 赵老师，你怎么不按照剧本来演啊？你刚才应该跪下，然后说算你求我了，我才能接下一句话呀。我不说出这句台词，你就没法往下演吗？可是我们演员应该尊重编剧老师。那个谁啊，这几句词很难吧？啊，为什么不按照剧本上来说？因为如果是我，我绝对不会哭。 更不会跪下来求他。你怎么知道角色不会这么做呢？因为我跟他一样。这也是我孤注一掷努力了很久的机会。如果我会卖惨，哭着求上位，也不会入行10年了，还在这里像白菜一样被人挑选。但不管怎么说，私自改剧本就是你的不对。你有尊重过对手吗？啊，有尊重过这次的试镜吗？有尊重过导演？还有我。走走走走吧，下去。 可是导演，我没有错呀。说的不是你啊，你也下去吧，下去吧。哎，你不是说这老人最适合的吗？这演的什么呀？是。哎，导演，你消消气儿啊。是这样，导演啊，本来呢，我是没让赵曼儿过来的，是他，他不停的给我打电话，是左一个右一个，这给我打的。倒是这个凯西还不错。 年轻又漂亮，还很听话。这赵曼儿演过什么？怎么看到有点眼熟？赵曼儿，没有没有没有，她刚出道那会儿吧，小火了一阵儿，不过3年都没有戏拍了，而且啊，30了。接下来的行程呢？试镜这边就算完了，还有就是，导演那边约你晚上9点。 在哪儿？绿地大酒店。绿地为什么去酒店？暗绝吗？你也不要想太多，赵曼儿她都30岁的老女人了，肯定抢不过你。谁不知道少女感这种东西啊，是演不出来的。我听说啊，这个戏的导演最讨厌整容脸了，表情都做不出来，还怎么表演？ 你看，在门外候场的那几十个年轻漂亮的小姑娘，你觉得10年以后，她们有几个能留下来？青春就是这样，就算没有才能，站在那里，也会有人说起来留不下。可是最后能留下来的，不过一两个。
希望等你三十岁的时候还能像我这个老女人一样站在这里教训后辈，还能付得起你这伶牙俐齿的助理工资。你听见了吧，前辈说的对，能站到最后的才是赢家，所以合同还没落定，谁都有机会。你说是吧？各凭本事吧。季柔，副将你去找了，应该快了。快了。来不及了吧？B plan 就 B plan 吧，加油！表，老师，我不是来报名的，我是陪于明同学来试镜的。说什么呢？你不是让我让你好好努力争取男主角啊？老师，我是赵曼儿，我是跟着于明同学来学习表演的。于明是吧？哦，去后台准备吧，围观的同学去观众席等着。我搞什么鬼啊？等会儿你就知道。老师说了，只有试镜的人才来后台，围观的人都要在外面坐着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你是不是试镜啊？我不试镜，我是陪你来试镜的，当然要一起准备了。哦，那我明白了，你是我的小跟班对吧？想得美，我是你经纪人。哦，不对，监护人，还不赶紧叫爸爸？叫什么？爸爸呀。哎，乖女儿，真乖。滚！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高二文科实验班的于明。对。到你上台了。啊，好。你还真要跟我上去啊，小跟班？闭嘴，是监护人。走走。这个报名表上只有一个男生，这女同学你是？导演老师好，我是赵曼儿。于明同学他不敢自己一个人上台，非要拉着我跟他一块儿给他壮胆。而且我看台本上写的是一男一女，我可以给他搭戏啊。给大家添麻烦了，不好意思。小伙子，你这套路挺新鲜啊，你这么害羞还来试镜？好在我们这就是一个青涩的男生角色，这个女同学你到台下给他壮胆吧。导演，我不会演戏，我需要他给我搭戏。哎，这个同学，睡觉这个男同学，你上去帮他搭一下词儿。导演不是男女主演吗？啊，没关系，我们这个公益片啊，只要能把你们学生的这个精神面貌表现出来就行。我看他俩。一动一静刚好互补，合适，合适。这位女同学，你先下来吧。哎，来，准备，开始。当某天，我们再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露出笑容。我们来自
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性格，却都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而收获陪伴、启迪、感恩、成长。这俩人还挺有意思啊。在这里，每一个教室都有教师们的坚守。人生道路上，每一处的桃李芬芳，都离不开园丁的呵护。好，停，很好，谢谢，谢谢。哎，怎么样？怎么样？选上了吗？啊！导演从头到尾都没正眼看过我，他选了于明。那女主角呢？金宇浩。啊！电视上说的没错，陪别人去是能被选上，只不过被选上的是金宇浩。都被骗过那么多次了，我居然还相信他，他就是个骗子。这是谁是骗子呀？一个多管闲事的老女人。啊，你妈呀，她不是不怎么管你吗？哎呦，不是我妈，她可比我妈烦多了。我怎么就信了她的邪呢？还跟我说要什么看似把东西往外推，但实则把细节放在自己身上。呸，连人话都不会说。这不会是受打击太大脑子坏了吧？妈儿，从现在开始，我跟你绝交一小时。我有个好消息，等我告诉你，我们再绝交。导演才注意到你了，说一个角色特别适合你，让你回去再试一轮面试。真的？导演真的让我回去？真的，他拉着我问了半天关于你的事，说你那个甩头特别有特点。面试一个小时后，在第二活动室。你怎么哭了？我没哭，我磨练演技，酝酿感情呢。你老子多年对表演的研究，这次我同学们特有研究。同学们，同学们，听我说一下，我们还有几个角色呢是没有台词的，只是表达一段情绪，没台词，但是也非常考验大家的演技。现在就希望大家表演一段笑容。能表现出你们学习生活的美好跟快乐内容，准备好了吗？来，请开始你们的表演。来喽！五，哈哈哈哈哈！起一个，哈哈哈哈！真笨，哈哈哈哈哈！还有！我小胖子在吗？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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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哥们，我咋结巴了呢？哥们，我咋演不出来？导演，我演的还可以吗？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吧，我笑得可用力了，脸都疼了。你看，这就是问题。你只是在努力的笑，你并没有传达出笑背后的情绪。你试镜的时候对你印象特别深，你那时候笑得特别好，特别真诚，特别自然。就像中了彩票大奖似的，完全能感染到我。你刚才感染不到我。那我再试试。加油，找回试戏时候的状态。嗯。我们准备再来一条吧。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再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哈哈哈哈哈！哎呀哎呀！卡！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。大家表现都非常好，我们拍到很多优秀的镜头。那个，明天我们从第二场开始，
大家回去准备吧。谢谢大家。谢谢大爷。再来一场吧。时间也不早了，这光也不行，我们再拍跟之前也接不上，收工了。那可以明天再来一条吗？不是还没拍到满意的表演吗？明天有明天的安排啊。你再说这小片里也没必要追求这个表演的完美。导演，你不是说让我们把这次拍摄当成真正的电影来对待吗？那真正的电影不就是应该把每个细节都做到完美吗？还是说你只是敷衍我们？导演，我明天戏比较少，我尽量演快一点，到时候应该有时间可以补拍这一场。导演，我也可以配合的。那这样，明天五点之前要是能拍完那两场，咱就补拍这一场。没问题。说我演得不够有感染力，怎么演才能有感染力啊？算了，每次给建议都搞得更糟，我还是靠自己吧。快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看，赵同学，我们赶了一天的进度，就为了补拍这一场，你别让大家努力白费啊！我知道了，导演，再来最后一条吧。最后一条，准备 ，Action！ 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你有什么用？这么简单戏都演不明白，连笑都不会。我也不行。你什么成为演员呢？赵曼，你所谓的梦想真可笑。我啥都不太不明白。你演的太差了，你八十年都说不来。推给赵同学一个特写，慢慢推，慢慢推。我不是有意的，我们再来一条吧。不用，刚才那条非常好。啊？可是剧本里写的是笑啊，我连个笑都没有演好。没关系，你的经历是演不出来的，表演不是伪装，真诚最重要。谢谢导演。你是不是特别想当演员？嗯，我知道我还不成熟，但是我会努力的。你现在已经有了非常重要的对表演的执着和热情。我入行这几年很少碰到像你这样就对小角色都这么投入的演员，坚持下去，未来有机会合作。嗯，一定。对了，导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宋大川。导演，你那段哭戏演得也太好了，跟真的一样，给我们都吓傻了。演技，这就叫演技，知道吗？好，今年的奥斯卡最佳哭戏奖非你莫属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！可以啊，赵曼儿，今年奥斯卡最佳哭戏非你莫属啊！滚！爷难得管你什么态度啊！道歉。道歉。不用不
不，你说我凭什么？你说我凭什么？道歉，走啊！道歉。于明为什么会有那段录音？我现在应该是他女朋友，那他为什么要害我？我们拍完片子了，没想到表演这么有趣，就连一个没台词的小角色都可以出彩。我好像知道为什么我会成为一名演员了。过去的时间线变那么快的吗？没台词的小角色，我怎么越搞越差了？当某天我们回忆起高中的日夜，嘴角会不自觉地扬起笑容。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有着不同的性格，却都因为共同的学习经历而收获陪伴。奇怪，太奇怪了。啥？他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帅啊？真优美，你疑惑的不在点儿上啊。马星爷，给我出去站着。老师，不怨我，手机没收了。给我关上。好了，下节体育课体育老师生病了，你们自己自习吧。啊什么啊，想让体育课的自己给我出去跑十圈，顺便看看那个操场，高考差一分就差出一操场上的人来。你们看看自己桌子上的目标院校，好好想想，成绩出来是我的还是你们的？高考的成绩直接决定了你们的未来。趁现在还有时间，赶紧查漏补缺，别等到时候来不及了再后悔。我喜欢的动画呀。还十几年老教师呢，说话一点水平都没有。干嘛？哥们儿，愿闻其详。讲讲呗。高考有什么大不了的呀？数学一共才246个，考了130多个能考必考题型，每个题型大概有2到3个辨认，算下来也不过380多道考题。学校为了应对高考，每次模拟考试都会按照这个标准去出考题。当所有考生都掌握了这些考点之后，成绩不过就是按照资质正态分布罢了。好像谁不知道似的，哗众取宠。要是以后真跟这种人在一起了，那一辈子不就毁了？张曼儿，你最近不太正常，你怎么总是记得自己？叨叨叨。你没事啊？我们去小卖部买零食吧。行。好。走。哦，对了，我刚才忘了说个事儿，咱们牢记课就定在下星期了。一会儿把牢记意向表下发给大家。这次牢记课呢，有十字绣、摄影与暗示、模拟驾驶、机器人逃逸、纸模等等。每班每科最多报5人，大家填好后，明天放学前交给赵曼儿和叶泽。牢记课你报什么呀？跟我们一起报逃逸好不好？报机器人吧，听说可好玩了。抱歉，我还没想好。坐一会儿等等我们，别跑呀。报什么我们都可以呀。
帅哥呀、啊，就是不一样。以前估计他们连咱们班有没有这个人都不知道。以前也没见你上课照小镜子偷看人家呀。走，上课，走走。哇，你能不能快点？每次下课就十分钟，我陪你一来一回就没了。说你呢，走快点。哎，宝贝们，想好劳技课报什么没？你想好了？咱们报十字绣吧。十字绣啊？你？我怎么了？我小时候就觉得我妈织毛衣特别有意思，但总觉得它是立体的，有点难。那十字绣吧，它也是用那个针线穿来穿去，但它是平面的，感觉能简单点。所以想试试啊，试试。好吧。Yes。宝贝女儿。行吧。哎，好嘞，走。十字绣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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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十字绣。十字绣，哎！金宇浩，哦不，宇浩欧巴，这是特意给你买的，你拿着吧。可乐没营养，喝奶茶吧，热的。奶茶有什么好的？都是糖精色素。谢谢。以后不用再破费了，谢谢你们。哎，你干嘛？你不要给我呀？怎么样，万人迷不好当吧？但如果你给我点好处，我就可以给你传授点经验。经验一，要学会拒绝别人。但既然都收了，那就给我一瓶吧。小颖，你劳技课报的是机器人还是模拟驾驶？我报的是十字绣啊。你报的十字绣？啊，茂儿逼你的吧？没有，因为我想学，我就逼他俩报，陪我学呗。谢了，我先走了。哎哎，那个你们劳技课都报的什么呀？怎么一个两个都跑来问我？自己去问赵曼儿去啊。这个，哎，我就问问你。赵曼儿，你终于下来了，快，看谁来了。俊浩，妈，你怎么样？好像又瘦了。还好啦，为了下部戏要再瘦五斤。我看到新闻了，你要出演宋大川的新片了。候选而已啦。不会吧？我记得他在我们学校拍短片的时候特别看好你。你竟然还记得那个就是宋大川啊？对了，有一次咱们同学聚会，我喝多了。还说起了导演，那时候你在吗？我回韩国以后就没有再参加过你们的聚会，而且我也没见你喝多过。我也知道不会是你。你哪儿去？难道真的会是他吗？和金宇浩秀恩旧了。你怎么这么早回房间？老板临时让我发个工作邮件回来加个班。那你辛苦了。你在忙什么工作呢？你什么时候关心起我的工作了？
我一直都很关心啊，女朋友嘛，关心你是应该的。你喝酒了？没有啊，我早戒了。那怎么感觉你跟变了个人似的？没有吧，你是错觉。你还没告诉我，你忙什么工作呢？你自己过来看呀。啊，不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又不是什么机密文件。想看再封，随便挑。好了，我也看不懂，你忙吧。还说你不是像变了个人？以前我和老板的聊天记录你都要翻个底朝天。说吧，你把我女朋友藏哪儿去了？那现在学会尊重你不好吗？好，好，好！现在的曼儿啊是最好的，以前的赵曼要来换，我也不换。那个之前的事情是我处理的不好，所以你们看新闻了吗？没啊，怎么了？那你现在快看一下。当红女演员 Casey 于今日上午在公寓自杀未遂，现已在市医院抢救。据传言 ，Casey 自杀是因为前日爆出的负面新闻。前几天还好好的，为什么突然自杀了？不可能。